些救赎，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。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，我们在黑暗中方站。其实和光也很白分手的那片汪洋，我看见了无比崎岖的方向，麦田尽头有一抹金黄。就算我是光，光芒万丈，一个人能怎样？赴汤蹈火也只是为了你记得这一切最初的模样。后来他就一直帮我写作业赚钱，高中三年他好像一直都很缺钱。后来我才知道他妈是癌症晚期。哎，别这怎么伤的？啊，刚刚体育课撞到篮球架上，正好有个钉子。医生，我这不会破伤风吧？我还能不能跳舞呀？我不想截肢啊。没事，打个破伤风针就可以了。你先坐这等我，我去交费。啊，李群，李群，你受伤了？啊，给我看。哎，李群，李群，我腿伤了，医生说要休息一个月，作业都给你包了啊。我想借他钱，但是我知道肯定不会要。他从小就傲，还是那种你根本就找不出理由的傲。因为这个，他吃了很多很多的亏，但他还从来不改。后来呢，他就靠黑客技术赚钱，但他从来不偷别人东西，他只是帮别人被偷的东西，哎，给黑回来而已。还挺有原则。嗯。他说：“刘翔跑得快，不是为了当小偷的。他小时候就这么壮啊。”我十七岁那年，一直跟我搭档的舞伴离开了，就连老师也说，让我不要再跳舞了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我的世界完全要崩塌了，反正怎么堕落怎么来。但这个时候李寻找到我，他跟我说了一句，他说：“白痴。”这两个字需要铺垫这么长吗？他说：“白痴，白痴。”胜负的路很长，我们都只是刚刚起步而已。他虽然骂过我很多次，但我只有觉得那一次是真心的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，如果我们是真的兄弟就好。所以从那之后，我就只叫他的名，然后一想我是同性的，怎么样？挺合理的。帮我个忙，收下吧。你们两兄弟还真挺像的。这个跟我爸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全是我自己的钱。我知道他能力大，有的是办法赚钱，但是花钱的地方也很多啊，对吧？他是要做大事的，别让他在小事上为难。我知道他肯定不会接受我爸的好意，但是他真的很缺启动资金。他那个脾气，他又不会向别人开口，对吧？
反正我呢，靠跳舞养活自己的几率基本为零。你们这就当我是入伙吧，我不会管你们任何事情。你要不相信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签个合同。朱韵，我永远都不会害你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想帮你们。你了解他的，他现在还是那么没有理由的啊，他不愿意受制于人，只有自己赚每一分钱，自己说了算，他才安心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陪着他的，他所有的梦想一定都会实现。哎，好吧，那我走了。好，朱韵啊，你寻算能力很强，但也是有弱点的，可能跟他自身的经历有关系。他有时候做事确实比较极端，就像走钢丝一样。我知道。他以前很不喜欢接受别人的帮助的，但他现在有你了呀，对吧？大学是他人生真正意义上的开始，他把这当做全新的起点。我会陪着他的，这也是我的新起点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们学校的推美名单还没有下来啊？还没，我们学校好像一直都比较晚。哎呀，这多耽误别人做其他选择呀，最后万一没有推免上。又耽误了选国外的好学校，这最后不是两头落空吗？是啊，明天我给你们张老师打个电话问问。你问班主任也没用啊，这种事情都是学院在管，你问了也是白问。昨天方淑苗还问了呢。真不靠谱，一点都不为学生考虑。是啊，要是所有的人都像您一样，那真是太好了。那倒是的，我跟你说啊，韵韵，你的事情一定要多上心啊！一有了消息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们再做打算。知道了，你要不要回来了？我先挂了啊。回来了。你这盐到底还饱不饱了？我还没想好。真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，白瞎个名额。苗苗同学，你的保研综测成绩够了吗？别这么直白成吗？给孩子点面子吧。不过我劝你啊，事关你的前途，毕业这个节骨眼吧，就像站在一个迷雾的路口，什么也看不清摸不着的，千万不能感情用事。我就是个活生生被耽误的例子。我没有感情用事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为自己做决定。喂，喂，娜娜，我刚考完雅思，你今晚有时间吗？我先走。你说什么呀，老高？啊，我说，你今晚有空吗？我想约你一起吃饭。啊，行啊，可以啊。你想吃什么呀？就你上次带我去的那家餐厅，今晚8点，我等你。徐小姐，嗯，给我的呀。对，高先生已经在里面等您了。
请。谢谢。娜娜，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900天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第一次在信科大遇见你，我就觉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。你看着我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我甚至都不好意思抬头看你。老高，那天晚上你第一次带我来这家餐厅吃饭，我什么都不懂，甚至连菜单都不会看，但你并没有嘲笑我。那天晚上我们一起聊 5G 聊 APP， 可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在乎未来的科技发展得有多快，我只希望未来的日子我能够陪在你身边。你漂亮又可爱，温柔又善良，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女孩。任何的形容词都形容不出你的美好。我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但我愿意努力，用尽我的全力向你的世界靠近。娜娜，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站在你身边吗？老高，真的谢谢你。我听过很多表白，但是没有人像你一样这么真诚，这么用心。我刚刚有一瞬间差点动心了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我们都喜欢去追自己得不到的东西，就像上大学那会儿，我非要学编程，学到现在也没有学明白，现在快毕业了，想想还不如一开始就放弃，好好学我的民族舞，没准我现在已经站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了。但是没办法呀，我就是喜欢呀。就像我控制不住自己，非要喜欢上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一样。真的好累呀，你能明白的吧？娜娜，我不奢求你现在答应我，我只希望现在我能够陪在你身边。我不想骗你，你越是这样我会越过意不去的。我可以等，我可以等你。你等什么呢？如果我告诉你我对李寻和你对我一样，我也不会放弃，你还会等我吗？
可是李寻和朱韵已经在一起三年了。是。我比你更希望自己能洒脱一点。老高，真的谢谢你为我今天晚上准备的一切，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了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喜欢你、一个仰望你的女孩的。李寻，你别谢程旭了，这都要跨年了，我们玩点别的吧。可以啊，那我们一起，活动我都经过。反正不是这种又累又无聊的活动。跟我逛街很无聊吗？不无聊。嗯，无聊吗？先生，来朵玫瑰吧。想要吗？还好，但老板辛苦了一晚上，得照顾一下生意。51朵，这么贵啊？全要了。祝你们幸福。谢谢啊。谢谢小哥。贵是贵了点，下不为例。创业阶段还是要注重投入产出比。你也知道这种东西没有投入产出比啊。那我跟你说，这花的意义是不一样的，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。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玫瑰花。是吗？说你傻还真傻，这是月季。那我不管，我说是玫瑰就是玫瑰。谁最无聊？你。李轩，看。时钟滴答着不停歇，我也靠着你的肩。我们新年快乐。Thank you.
这里会有一栋楼上出现一个你熟悉的名字。什么名字啊 ？LP。李寻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有我在。你不用再浑身带刺的去对抗世界了，就像这花一样。知道了。我放弃保养了。我还是那句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是你的底气。今天好好喝一顿。虾，质量看起来很新鲜。这怎么炸的？我想鱼来了。哇！都是今天早上刚捕的。哇，全是硬菜。六哥全都做成了不同的口味，特别厉害。哎，谢谢韩老板。泥腿子老板，不过呀，泥腿子有泥腿子的好处，不用看人眼色，对吧？每天两只脚往那泥里边一踩，心里倍儿踏实。哎，鱼好了吗？马上。咱别等他了，先吃吧，先吃吧，喝一个。对对对对，先喝一个。祝贺韩老板，生意大吉！真是没想到，韩老板竟然是我们这一帮人里面第一个创业成功的。来，恭喜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！你们物流聊得怎么样了？这几天正做合同呢。立勋，我还得谢谢你给我搭的网站。自从网站上线以后，我们家的鱼就卖得特别好，而且我们村好多养鱼户都想上我们网站呢。恭喜！吃吃吃，多吃点。你什么时候做了网站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的事儿可多了。是吗？来喽来喽，藤椒水煮鱼。哎，拿了也不说一声，这么烫烫着，你怎么说？没事。干嘛啊？是你们的。哎，你吃什么？我帮你夹。往那个，你夹错了。先拿着。那个，关个基地，吃的跟毕业散伙饭一样。说不定真的到毕业那天，还凑不齐这么多人呢。我听说，你放弃保研了，真的打算赌了，一辈子都跟李寻绑在一起了。你这话说的，你别忘了。我除了是李寻的女朋友，还是咱们班平均绩点第一的人。我选择跟他，并不只是因为爱情。好，说句真心话，他很有实力，但他也很容易意气用事。他这个人有点恃才傲物，跟我们几个配合也就罢了，团队越大越容易出问题，所以你一定得把着他。
李寻可以没有任何人，但他不能没有你。我不可能不在。老高，谢了。所以，李老板、朱老板娘，你们打算做什么？我还没有想得很深入，不过我有一个粗浅的想法，我要做医疗。很多人对互联网医疗感兴趣，是希望通过把网络和医疗联系在一起，实现未来足不出户，在家里看病。但我觉得这个方向错了，他们太想服务患者。但是医疗是一个典型的供方主导市场，这个世界上不会缺病人，缺的是优质医疗资源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的母亲死于癌症，当时她就诊的医院水平很差，医生能利用的资源很少，不同的医生竟然能给出截然不同的诊断结果。最后拖了几个月才勉强确诊，她没撑多久就走了。现在看病难的主要原因，不是因为医生少，而是因为经验丰富的医生少。所以我觉得，如何让医生的经验利用率最大化，才是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。现在的医疗机构里，90%以上的数据都堆在后台库里找忙。如果我们能够科学整合这些被浪费的临床数据，然后设计一种方式，反馈给那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医生，帮助他们判断决策。那这些数据我们去哪里弄啊？医院之间可以共享吗？但他们的数据格式应该不一样。如果我们要整合这些资源，是用数字还是其他材质来汇总？不过老高应该擅长这个。你们冷静一下，这只是个思路而已。的确，这只是一个起点，而且医疗是偏公益方向的，要找到真正的盈利点也比较困难。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的事情，光听这个方向就会想让人做下去。我希望把癌症的存活率提高1%。李老板口气不小啊。老高，你来吗？条件随你开。我知道你们正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也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儿。但我已经决定出国了，正在申请 offer。也挺好。你们都不好奇，也不想问问我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元旦前一天，我去找徐丽娜了，我和她表白了。他拒绝我了。他说，他喜欢让他崇拜、让他仰视的男人，所以他喜欢你。我知道，跟着你创业很容易成功。这要比我出国轻松的多得多得多。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我高建宏永远都活不出自己的名字。老
老高，我也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来。祝你顺利。我希望你能走出自己的路。我真心的。我们 LMP 永远给你留一个合伙人的位置。我们 LMP 永远有你的一份。永远的三人组。感谢。你别喝了。李寻呢？李寻，少喝点。李寻呢？李寻，来的正好。李寻，你给我听着啊。今天我这话我必须得说，不然我遗憾一辈子。李寻，我喜欢你。好，喜欢，先把酒给我来。我从一进大学我就喜欢你，可是你后来居然当着全基地人的面骂我，你这个王八蛋，我讨厌你。那还是竹影好，香香软软的，多可爱！比这些臭男人的脾气好多了。臭男人，小占我便宜、啊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别在这吐啊！班长，没事吧？问你是，哎，谢谢啊。嗯。班长，我一直有一个话想要跟你说。有啥话快说。我会吹唢呐了。啥？我会吹唢呐了。嗨，以后也没有新生汇演了呀。我是为你学的。啊？我喜欢你。知道啊，你知道？我又不傻，你倒是挺傻的，这都三年了，你都没看出来吗？我不喜欢你啊。你也别想太多，我不是不喜欢你，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自私，我只喜欢我自己。我一旦喜欢上一个人，不过是自己满足自己对这个人的幻想。一旦这个人有一点儿的不合我意，我就马上不喜欢他了。这不是谈恋爱的心态，这是追星的心态。老孟啊，你看咱俩真的不合适。不过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去请你吹唢呐。哎呀，唢呐好啊，民族传统乐器。话说，没有二胡拉不哭的人，没有唢呐送不走的魂。我想告诉你，就只是想要你知道，有人喜欢着你。
这件事情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，在你不开心的时候，可以成为你心里一点点的温暖就够了，这样就挺好。谢谢如此美好的你，让我也知道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。你说他们一个个至于喝成这样吗？又不是明天毕业就滚蛋，一辈子都不见面。干嘛？我脸上长花了？你刚刚撒娇了。啊？你这么大一盆，怎么也不叫人帮你啊？烫着了怎么办？哎，闭嘴！这叫撒娇啊？这叫人敌式撒娇。怎么会？我跟他啊？我和你说，你别不认，你这就叫做日久生情。我天，你这小样还给我传授经验，你过的桥还没我走的路多呢。你过了几座桥啊？走路过的还是开车过的？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。我打车，打车，打车。放心。哦，拜拜，可以，可以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小心啊！哎，你要干嘛？哎，一路小心。哎、拜拜，注意安全。拜拜。你走反了吧？哎，我们也走了啊。你们两个好好相处啊，好好相处。那我们要回家了，六哥。有。哎，有。拜拜啊！注意安全啊！歌唱的不错嘛，怎么去了趟北京还唱老歌？新歌有很多啊，哦，但是就是喜欢这一首。真快啊，都三年了。南湖大学，我爱你，我恨你。我爱你又恨你，方淑苗，你酒品太差了，喝完酒咋咋呼呼，又吐又闹。你看看我，再说我吐你身上了。哼哼哼！哎，你说咱们三年过后会是什么样子？三年以后，人迪肯定火了，到时候大街小巷都在唱《青红的歌》，我就是买他的签名照专辑。哎，李勋朱玉，你俩那公司咱不说超 Google， 三年后最少比肩 Bad 吧。
哇、哦、，bad bad， 老高，哎，你呢？三年之后我研究生刚毕业，我啥也不是。那就祝你能进 Google， 和李寻打擂台，你俩一个比尔盖茨，一个扎克伯格。那我要当比尔盖茨。这俩没一个是 Google 的啊。啊，对。至于吴梦欣同学，我就祝你老婆孩子热炕头，还要缺唢呐。你缺一个唢呐，我听听。怎么没人问我想干嘛呢？哎、你想干嘛呢？我要发大财。好。然后呢？差一个，那个叫什么"福布斯名人榜"，我要看不到你啊，我可不认得，好吗？好，咱们走着瞧。等我赚了钱，在座的听者有份啊，我一人送你一套大别墅。好，说到做到。这位朋友，梦想还是要有的，那就祝咱们努力终有归处，梦想都会实现。我们都会成为自己想要的人，想要的人实现。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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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想他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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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还在开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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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去呀。良辰美景多逍遥，少年人总是心高气傲。目视前方，不屑低头看那阿扎角落里的世事无常。如果当初我们再退一点，再忍一点，再把棱角磨得平滑一点，是不是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？可是没有如果，那些年少的青春时光，我们就是这样放肆张狂地度过了。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我和李寻的事情你们已经知道了吧？你还打算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你要去哪儿？难道我们父母还没有他重要吗？如果我说没有呢？李寻说会盯着你，他就一定会盯着你。等李寻的姐姐走了，他有一万种方法让你不好过。是梦的直觉冲破边界，初遇的一夜蔓延，后来为我赢了时间，始终抵达着不停歇，我也靠着你的肩，我们不会分别，躲开喧嚣世界，陪着我是你掌心的指点，撑起我勇敢向前，像黑夜燃起的火焰。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， 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漫长时光陪你度过。 Cause I believe I want
只